我来了。哎，大嫂被绑了、啊、这手被固定上了，那用锤子给它砸开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这个线断了，是不是拿根线给连上？这里边有吗？这有个钥匙，你打开。哎，这有根线呢，那连上。我去，好奇怪的感觉。哪里？那这根线不能用，哎，把闸推上去行不行？哎，弹飞啦。那这怎么办呀？这也不能砸，这个铲子也动不了。这个马桶干嘛？哎，这里边有个肥皂，那用这个搅一下。哦，有了肥皂泡，那给大嫂涂上。这东西滑溜溜的。哦，这就出来了，这就得救了。哎，这冻鱼，我去，掉下河里了。救我！这老头是谁呀、啊？哎，这有个救生圈，给大嫂。救我！他进去了。那把这个救生圈给这老头。救救我！哎，大嫂进去了。那强哥，你亲自下去救吗？哎，我不会游泳啊。他不会游泳啊？哦。哎，这有个翻斗车，这也动不了啊。这也不能触水。哎，这个石头可以啊。石头干嘛？石头没用啊，放在上面。哎，这个绳子可以啊，那绳子给大嫂。不行啊，那给你，还是不行。哎，那把石头绑到绳子下面，这样行吧？给大嫂。我去，弹了个包啊！那这一关该怎么弄啊？有人知道吗？